12岁的魔法可以帮人实现任何愿望的恶龙珠，对恶龙村的村民而言简直是恶龙珠。12岁小孩许的愿望让村民们鸡飞狗跳，惊心胆战。恶龙村的小学甚至开班授课教导许愿技巧，所有恶龙村的大人们都想大声呼喊，求求你们不要再许愿了。于是浩翔打算上恶龙山找龙说个清楚。洋娃娃曾经备受宠爱的洋娃娃，意外离开了心爱的主人，展开了流离的命运。直到听见老爷爷说的话，有一颗光的种子在你里面，并且遇见小猫咪及老奶奶后，洋娃娃才从被爱重新学习到怎么样去爱。储蓄银行，梦想中大奖的女孩，却偏偏只中些鸡毛蒜皮的小奖。后来她邂逅了一家神奇的银行，行长教导把运气一点一滴的存起来，就能实现更大的愿望。女孩在储蓄幸运的道路上乐此不疲的前进，直到一个坏无可坏的超级霉运找上她。拖鞋求婚记，老鼠因为无法过河，拖鞋便带着礼物一颗红豆替老鼠去向小红鱼求婚。求婚者还有大黑鱼、青蛙和蚌，他们分别带来了莲花、青稞、珍珠作为礼物。小红鱼犹豫不决。河边来了个钓鱼的男孩，小红鱼因为贪吃蚯蚓而上钩，求婚者们全都逃之夭夭，只有勇敢的拖鞋救了小红鱼，让老鼠抱得美鱼归。小太阳，光明村和黑暗村的太阳公公与月亮婆婆不见了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上天派了小太阳和小月亮来实习，但两个乌龙的小朋友却去错了实习地点，结果被迫月亮扮太阳，太阳扮月亮。最后他们发现失踪的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原来是被恶魔王抓走了。魔王把他们抓走是为了什么呢？两个小朋友又如何联手救出月亮婆婆和太阳公公呢？蜻蜓之舞。水童子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来到一个陌生的发亮的世界。突然他感到身体发紧，僵硬而痛苦。这时候洛斯出现了，他要水童子不要害怕，并愿意作伴迎接即将来到的各种变化。水童子偷偷溜走，却遇见了想吃他的大虾、螃蟹。究竟最后他会变成什么呢？